们是不是一最热烈的掌声 ？Welcome aboard， 这个乐观耳朵的 Gather， 也就是我们的林志玲小姐。所以一定有感受到她的优雅，以及她美丽的这个优雅的肢体，以及发自于内心的这个 elegance。Has everybody felt that? Yes, definitely。真的，我觉得。其实优雅它除了是肢体用动作可以跳出来的，但是也是由内心散发出来的。那志玲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浪琴鸟全球呢，我想最棒的一个代言人，可以看到他举手投足之间跟我们的浪琴的 elegance is an attitude 画上了等号，是不是很美？每一个动作都完完全全展现出。现在做一下广告，各位贵宾，这张是我在晚上画的，画了500年，画地理大发现的500年。那从希腊画起，最后画到中国，这里面也有台湾，可是从头到尾都是毛笔画的。然后我为什么在晚上画？因为我那年。晚上起来的时候，如果睡着觉的时候效率太低了，所以我就晚上不睡觉就画图。那这张就在那个情况画出来。